我有接嘅咯。呢度咧有好多箱一箱箱嘅生果蔬菜，通常係一啲包裝盒爛咗啦，或者啲生果蔬菜冇咁靚仔，佢就 pack 埋一箱賣，2英磅一箱。想唔想買啲麵包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去超市买嘢。呢盒生果蔬菜咧就2英磅，我们先拆咗呢盒睇下2英磅有啲咩生果蔬菜。哦，这个士多啤梨剩翻几粒嘅。这个呢是生菜啦。这一袋呢是啤梨嚟嘅。一盒蘑菇，但系咧就个盒就烂咗，佢应该唔止一盒嘅，咁佢好大盒，因为一个西生菜，
呢條係意大利青瓜嚟嘅，不過佢唔係咁靚。個包裝袋咧係冇爛，但係個尾嗰度咧，佢裏邊係斷咗少少嘅。三個燈籠蕉啦，橙色、紅色、黃色，仲非常之新鮮。呢、這個薯仔咧，佢有七個，大約係1.5kg至2kg啦，都好多嘅。仲有一盒大啡菇，有5隻嘅，就係咁多。呢盒嘢就2英磅，呢嚿係梅頭豬肉。3.7英磅一公斤，呢嚿咧系2.45公斤，咁就卖咗9.09英磅。呢个系即食嘅熟鸡翼，525g，3英磅。呢个300克嘅蘑菇，94p。800克嘅白面包，75p。红肉西柚一个，55p。一梳有5隻嘅香蕉，85p。呢个姜咧系5.25英磅一公斤，咁呢两嚿咧就系216g。买咗1磅，1.13英磅。葱一扎，80g嘅，50p。甜粟米4嚿，原价系1磅35，减价79p。西芹一棵，57p。 罗马生菜2棵，1磅15。这个是60粒装的鱼油加钙，4磅95。我们一个月前买的这个是4磅，又加了价。这个是500毫升的乳酪来的，35p。 这个是益生菌的饮品，8支，每支有100ml 的，原价是3磅75，现在是减价2磅半，它是在做推广的。这个是苹果汁，原价咧系3磅1，依家减价系79p。呢个咧系有气嘅矿泉水，每支系2公升嘅，咁一 pack 系4支，1磅85一 pack。我哋今日咧就总共买咗31磅76。